5月15号起，每周六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《城市捉迷藏》，会员尊享加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。我们大家玩一点游戏好不好？做游戏吧，熟络一下。你讲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有两轮游戏给大家准备。第一轮游戏叫做小心思藏好了，12人每个人分有3张卡牌，分别绑在各自的额头，各位得引导别人说出别人额头上的卡牌。你好没有礼貌，这个人你真好。或者动作，你把你的碗给我用一下，谢平。谁先耗尽头上的3张卡牌，则收到惩罚。惩罚是由其余11位写一句话贴到失败者的脸上。四个，筹措。这大家都有心理防备，其实挺难的。不是，我们得正常聊天吧？边吃边聊吧。还有什么好吃的吗？那个我觉得很好吃。这个好吃。哥，这好吃，你多吃，你尝尝这个。我不吃，我吃我自己家的。你说说啊？我说你这个好吃，尝尝。这个好吃。我结束了吗？你结束了。我结束了。东哥。东哥你好没礼貌。这个也好没有礼貌。你好没有礼貌，这个人你真好。谢可言你太明显了。你的攻击每次都好明显啊，我说实话。东哥他姓什么？你疯了。不是，你们两个怎么了？太明显了，我已经知道我这是什么了。王，这让人害怕。你不如把答案递到他嘴边。我有点挠头。不是，你看得见吗？你后边。什么呀？飞机。嘿嘿。啊？哎，等会儿那有点穿，老师你让一下。哎，后边，那老师让一下，对，有点穿。好。哎，后面是山哎。林彩虹，我告诉你了，你要防着点儿。没有想到，以为攻击的是东哥，其实攻击的是你了。是。来，给他换一张，所以你的就我现在就开始不相信绵绵了啊，所以你就啊。彩虹那个我们是没招了，那真没招了。这个怎么弄呀？你们想想，你可以故意强行给他主动攻击，主动火箭头追。你干嘛啊？啊！你这个没绑好，你这个打了个死结，怎么着？哎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又没了！只剩最后一个了吗？什么东西？回头看吗？对，差不多。最后一个啊，我最后一个了啊，别让我不要死的那么没面子好不好？这个真的很难，这个难。他那个难了。他最后一个好难。他最后一个是什么？你猜猜。我的天哪，徐梦洁，你就是在自杀，你知道吗？说话，你不信，快点说话，说话呀！你才是最有综艺效果的那一个，我觉得这时候不应该保持沉默。你快说话呀！哎呀，急死我了！你快说话呀！
好了，出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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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我说话了，我救不了你了。我说话了，没有，已经超过了那个时间了。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你们在搞我。真的在搞我。不能这么对新来的朋友。他先话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说没有啊？你说来，你取下，你说你说啥了？我说话了。没有了，结束了。来，你真的取下，你看。说没有。哎呀。结束了呀，结束了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要贴在谁的脸上呢？就输的人的脸。你写的什么东西呀？这是。这到底要写啥呢？哎，到底我要写什么？一会儿让这个就。咱俩脸有这么大？天。我是大漂亮、大美丽、大可爱。一口美年达爱上这果味。我是贴一天啊，这贴到晚上猫鼠，好啊，好好好。好了，我们给大家发第二轮的卡牌。还来啊？我们两个就这样了是吗？啊。行啊。其实可言那个也很简单，特别简单。他可不简单。看着可言吃东西，吃一口，吃一口。你装傻子呢？来，不行。吃点，吃点。我喂你。我摩羯座。吃点，吃点。怎么说？这个你拒绝不了吧？这个你可拒绝不了吧？喂你，吃不吃了？喝点，吃点，喝点。不吃是不是？这你可拒绝不了吧？你不吃。他不吃，他不吃，换一张。我不吃怎么了？太简单了，你没有不吃怎么？你快选一张，再带上。是吗？啊，东哥把那个递我，把那凉粉递我一下，东哥。你把那个碗给我用一下，谢可以。谢可以，你把碗给我用一下。谢可以，你把碗用一下。让他把东西给我。谢可以开始演傻子了，开始。谢可以站起来就开始舞一段。哎，你快点把那张给我用一下，快点。全部。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，我要不要？快点儿！搞不定，搞不定，还搞不定，搞不定。你吃一口吧。来。他们说了，我很好使。那什么啊？那边是什么？再走，吃一口。啊，这个。吃一口。再吃一个，师弟，那他是不是可以取下来了？为什么？对，他可以取下来了，他可以取了。他可以取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啥呀？你看看你是啥？不要害别人。你把这个给他。我已经记记了。谢可言，害人终害己。我没有想到，刚才你们两个人轮流害他，他没中招，他自己在这儿坐着中招了。谢给自己在这坐着坐着，来吃点吃点吃点，不知好奇怪哦。你最后一张是什么？我只能说就是，杰比，你刚才那个还触之即死，好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这个真的绷不住，我动都没动，这真不是。这就输了，太好笑了。爱笑也是一种错吧？我真服了。爱笑的女孩运气好差。好好几天吧。可以给 Shaking 准备小纸条了。各位老师们，大家手下留情，好不好？做梦。
对不住了。谁呀？你看你写啥？女士，王源太狠了。王源企图让整个芒果封杀谢和妍。不行吧？爱优腾，再写个爱优腾。来来来，来。不要，我还想要芒果。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。来，该你了。李三，你最好。啊。好。我这个就比较简单了。嗯、我写了个拆。来，鞋底，请坐。你再给我写个芒果哥哥，你有六颗饭吃。不写，不写，不写。你给我六颗，哎呦，你给我六颗饭吃，我能不能自己加一个那个？害人终害己。你把爱上面那个弄没了，你小心了，人家爱也会看这个节目的。帮我添上。加一米的加不行。不行不行，我要自己添上。谢可寅。你在芒果 TV 补爱字儿。哎，怎么多了个芒啊？你别这样搞我了，哥哥，给我留口饭吃吧。好，全部念一遍哈。来，转过来面向我。首先是我的大聪明，很符合他的人。然后这里有个谢帝，也不知道谁写的，这可能是新说唱。害人终害己，我觉得这个有来由的。然后李三妮最好的就是，也不知道谁写的啊、哦，就是李三妮最好的，可能东哥写的吧。来，那边看不着。然后写了俩猜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我非常喜爱的几个平台，就是我非常愿意跟几个平台合作。求生欲，你这个求生欲。你在这儿等着呢，在我这儿给自己。就是我非常希望跟各位合作的几个平台，也比如是 CCTV、芒爱优腾，然后一个新号，对，然后你那边一下排名不分前后，都在我心中并列第一。满满的求生欲。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什么？我数了，我数了啊、哦，还有我数了，好，数是我呀，又数了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游戏叫做老实人藏好了，一会儿会给大家发这个小本儿，小本儿里面有你们的题目和你们的卡片，卡片一共有三种身份：瞎呆人、老实人、大聪明。这里面呢，一共只有一个大聪明，一个老实人，和剩余的所有人都是瞎呆人。老实人拿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然后大聪明抽到卡之后，你要在这里面找到谁是真正的老实人。如果大聪明找到了真正的老实人，那他们两个人各获得三个奶酪币。好啊，大聪明找错人了，他找的这个人是个瞎掰人，那瞎掰人就得三个奶酪币。这个奶酪币直接会在我们今天晚上的正赛的时候发给大家。好来吧，我们先给大家来发一下，随机发一下这个。好，真的是随机发吗？我不要这个，这不是按顺序发的吗？我不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投呗，投呗，没事，这个。非得要给我这个？我就要这个。好，不要给别人看到啊！不要给别人看到。我就要第一个就行，谢谢。大聪明亮牌啊！快亮牌，快亮牌！大聪明谁？啊，这个不能藏的吗？你真是大聪明，换一个大聪明。哎，这下真找到真正的大聪明了。大聪明啊，气死我！把这个大聪明撕下来贴在怪不得要发呢，哎，怪不得要发，一下一定要找到这个大聪明发给他。没了，只有一位是老师，只有一位。你是吗？我们这还没有开始发言呢，老师。直接问答题，不是毛赛。我请问呢，直接问答，你是吗？我是大聪明兄弟。直接一上来就问我们，我们会回答吗？那就那有，圆儿，你先说，你先开始，这样顺过去吧。我这上面首先是一幅画，这幅画呢，上面展示了是公元1635年到1735年在罗马帝国发生的交易的一张一个图片。但那个时候没有形成相对那么完善的货币体系，所以他们还是在用一个以物换物的一个形式在交易。结束。哦，好。太多信息我不方便透露。
我这个故事听起来就像假的，但他真的是这么写的。嗯，他写的是16世纪古希腊求偶，就这么简单。嗯，好，下一个。我这个就是说，那个时代的古希腊时期的，就是两个种族的一个融合。在融合时期，两个种族一起通过，就融合之后，你照着读，你别照着读，一个字一个字读了。这个我也不是我这个，我一个字，16世纪古希腊求偶，我一个字一个字读的。16世纪古希腊两个种族融合。然后有一个种族就会拿着自己的这个东西跟对方交易，然后写了这么多然后啊，上面这是我自己的话啊、哦、就我自己中间接就是连接的话，它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好，下一个。我这上面也是一幅画，然后它上面写的是古罗马时期贵族的交易。学我没了没有了没了，你还是保留点。不是，我上面就这几个字。哦，古罗马时期贵族的交易。哦，就这几个字。好的。我这个呢也是一幅画，底下一段字，写的也是古罗马时期的那个吃席的现场。吃席的现场。我这上面很离谱，但我这上面就这样写的。哦，吃席，古罗马的时期吃席的一个现场。好，吃席的现场。对，吃席。我看一下吃的是什么席。吃的是谁的席？嗯，方老王的、哦、不是那个有一个老人60大寿。嗯，吃席，该你了。该我了。很离谱，他就这样写。就很离谱。我第一次玩啊，我是比较老实。我这个上面有一幅画，下面有一行字，就是古罗马时期的求亲。Next， 我来。哎，他不在旁边了，来，我在等你。我怎么跟他们不一样？不一样。男的不一样了。来，你说。我这个是那个在古罗马时期。什么罗马？什么时期？古罗马是哪个时期？等一下，你说就说，你耳朵红什么？老实人玩不了这个游戏。完了完了，下一个下一个。郭老师的耳朵已经红到了后脖梗。哎呀。下一个，我说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让你再什么再描述一下这个。我们想听，我们想听你说。就是那个嘛，在古罗马时期的那个哪个的那个事情啊？什么事情？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很好啊，有多好呢？68岁老人吃席。大差不差吧。啊？俺也一样。吃席姐一样哥。一样哥。没了。这个题目难在后面，你可以抽查，不一定按顺序，你先提前 Q 后面的人。哦，我们李斯丹妮先来。我先来。这不是吃席了吗？吃席我跟你说，有接下来它剧情真的非常的可怕，你知道吧？吃了一半，然后突然就冒出了强盗。这个老爷子是属于那种皇室贵族，哇，他的家族非常的大，然后请来的就是各方那种圣人、好人、有钱人、商人，全部都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个海盗就冲过来了，冲过来之后还要抢钱。然后这张图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，这是个野史。如果说你们有机会，一定要去罗马，现在还有那种历史古迹，你看有那种壁画，就是那种雕刻、雕塑出来的，都刻在墙上的，非常经典。这个只是把它简易出来，这是相当有意义的，真的相当有意义的。很假，但我很尊重你，撑这么久。那我们就接下来你了。我这个也是一张图，那我这个应该是算是一个百科，就是它在科普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起源，就是丢沙包这个游戏的起源。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了这个娱乐活动，就丢沙包这个游戏的起源。对。我好，行。在一个古代的传说，就是男人出海打猎的时候，因为他披了一个鱼甲，然后那个甲是他们经常要出海就是打捞回来的鱼鳞片，然后他们一个战利品。对，然后他们编织起来的一个鱼鳞袍，然后所以他们每次男生就要背上这个袍，然后出去那个捕鱼。然后呢，小孩就是要在家等待爸爸回来，然后跟他这也是有起源，就是那个捕鱼大人的起源。对，对对对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来吧，豆哥，最后一个最难的哦。
好好说。我非常怀念大家在第一期刚认识的那种激情和真诚。全员今天从今天开始我谁也不相信了，都太能编了，且真的看不出来，除了小郭耳朵红了以外。啊，我想说这幅画呢是出自佛罗伦斯手抄本，啊，一群阿兹特克的小朋友正在玩枕头大战，枕头大战，啊，出自佛罗伦斯手抄本。佛罗伦斯，听到没有？佛罗伦斯，都能仗着自己年纪大、见识广，骗我们。我说的很实际啊。孙姨，哎，你给我15分钟准备，我也能说出名字来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16世纪，古希腊求偶，就这么写的。种族融合。1635年到1735年，古希腊时期奴隶买卖交易现场。所以我现在要先抿出来一个人是谁，是吗？你只能选一个，你有3次机会。能说完了，这是这一轮，是不是？3次机会。01，确认吗？确认。好。老实人。01是老实人的吗？是不是？好，01获得奶酪币。哎，他不是啊。哎呀，衣服都没穿，丢什么沙包啊，吴学仪。吴学仪，没有衣服，他拿什么丢沙包？他把衣服当沙包了是吗？学仪，我刚跟你说野史，我告诉你这是个野史。学仪，我给你补充一句，我说过之后，所有人说16世纪，你想想，是不是在交易？是不是贵族在跟奴隶交易？我跟你说的是民族融合。我讲的是。我言尽于此了，学仪。学仪，你想想谁说的具体的书本？和具体的人在干什么事儿，你想想具体的。轩姨，我刚刚直接把最真实的东西告诉你了。我说的不具体吗？轩姨，60在那个年代真的是高手。那个你们自己玩吧。吃席确实不太像。吃席啊，出海捕猎啊，都可以不要了。佛罗伦斯手抄本，奴隶交易现场，60高手。轩姨，我言尽于此。吴轩姨，到底是谁啊？到底谁是老实人啊？轩姨，你选我，我们俩平分。那你不是对？啊！轩姨，我说一句，我要3个币。你一个都不要，你给我一个吧。先等挣了再说。往往最假的就是最香。你这个不是假了，你这个邪门，你这个你还假。好吵啊。算了算了，跟感觉走，跟感觉走啊。没用没用，跟着感觉走，跟着感觉。那这样我把剩下2次机会。话越多破绽越多，越着急，我一句话都没说。阿兹特克小朋友在玩枕头大战。哪儿来的枕头哥哥？这怎么可能有枕头？哪有枕头啊，他连衣服都没有，他枕头大战。因为我就是按照上面念的，我一个字儿都没少。好，那我先选，先选东哥了。行了，你就给他3个币吧。确认。啊，好，各获得3个币。你看看，我说了，我说的很具体的人事和物，对吗？哇，看来我的第6感还是很灵的。大聪明，第6感就是强啊。根本不听任何判断，直接猜下注猜测。大聪明都选完一个人了，说啊，我们图是一样的。好，来，我们跟大家公布一下，接下来我们在今天的猫鼠游戏开始之前，大家的奶酪币。搜索模式游走某的城市，屏住呼吸，飞檐走壁，找到你，躲开你，沿着地图解锁道具，脑里地理对局，打破边界，探索奇旅，认识你，了解你，甩掉那些焦虑，感受拥抱的暖意，感受我的心情，想要找到默契，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城市捉迷藏，和嘉宾们解锁不同城市玩法，上微博搜索城市捉迷藏话题页，参与节目更多精彩互动，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、网易娱乐、谈心社，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，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，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，特别合作智行、高德、百度、网易有道词典，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、中国新闻网、国际在线、北京网、红网、凤凰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。